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二中的男孩。今天我过去给我大伯家装一个太阳能的路灯。这个路灯本来是一个朋友之前送给我的，然后放在我家窗台上面放着，容易招虫子，所以还是送过去给我大伯装一下。然后顺便把这个修好的这个唱戏机给老大哥送去，走了。我这香港包括里边东，咱估计是五七，哎，几个人？有多少？有多少？嗯，是吧？嗯。好了，可以了哈。好了哈。可以。好。那儿都跑到这儿不担着我的气了，不嘞，那回我叫我跑的气都跑忘记了。那啥？哦，我就是照着头儿去这么招呼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我单纯的。哈哈哈！我认下呀，这不是我就认的头儿，怎么不看你？他这个是的人一到黑的时候光暗了他这个亮度，然后呢没得认识他光亮的暗些，一认识他亮的亮度是亮多些。哎，你要认出来的他亮子就是个多的。嗯。啊是吧？哎，那个摄像头要不要搞？摄像头搞都搞不了。无线网络联系成功，账号绑定成功。里面。
呗，接着把他那两个弄出来呗，贴呗。咋回事？放盐。放盐这个。吃一下，哥哥。来，你找他们这儿吗？哥们，那哥们。起了再判还是判了再请？判了要半天哈，直接横着子上倒个空，把那个空一丢。起了再判是，老子还要倒空，嗯。哎，洗脸了。你的菜呀，你那，你这菜还什么菜？哦，锅巴饭，锅巴饭，正宗柴火灶锅巴饭。还能养活讲，好的吃也吃好吃。还紧的。俺炒的也好吃，我说。那香的，黄。没得呀。绍兴香的不？啊。那香的就好吃的。红城香的黄。小黑鼠。嗯，三单还四个单，那也是嗯的几三的不？头几头几单？那你先把水睡一下呗。你说吧。睡了是吧？嗯。大家回来是吧？是不是一套婚戒回来？嗯。今年好像没水，我到这儿。今年好像问题是又是包太阳的。中秋跟桂新是同一天是吧？咋回事？俺又是包天。那他回来做饭去看。嗯。但是我弟都搁哪去玩去了？嗯，回来。嗯，那帮那个不帮着新套干啥？不是，你干啥？我哪认得呀，现在。你忙啊，可以。这不需要草本了嘞，也看到这样的嘞，我把它包好就可以了。没事，又抽不到入，又抽不到入，也塞不到。嗯，转那呢？啊，他每次通电的时候要转一下子。嗯。来，看到了？嗯。那还是看得出来的。嗯。那是调的方向呢？是吧？嗯。哪个位置？不然江明他都看得到吗？哎，江明在调的，每个转。来，看到吗？嗯。那么调头在调的。嗯。要不你再跳了？对。我快冻死了。嗯。俺吃上饿的我，还没吃。这个是我家那个老宅基地，之前我们在这里种了很多西红柿，还有那个辣椒、菜园子，现在就把它重新盖起来了。盖起来了，花了6万多块钱吧。本来是打算这里弄一个杂物间的，我准备把那些种地的锄头啊，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放这边来。像这些东西，铲子、锄头，还有那些大的缸啊，什么东西全部搬这边来放了。这个地方大概总共有80平方，然后2个月的时间花了6万块钱。它从一个菜园子盖成了一个小平房，啊，小平房，但是这顶上这边搞的，就是刷了一个白色的白墙，很随便的搞了一下。放稻谷、放农具、放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那边房子本身就特别小，然后住一家7口人，
他放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地方放。红红给人家这个毛是红红给的呀，那是放这弄猪放这高屋的身头，放这骨放这那些猪头，放这草头那些老板家的东西。哦，要好点了，有点场所放你家里去吗？不是放老板当场子，还弄老板太贼了，行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你那块儿？三娘，我就骑车，我就一反正夸张很。